程经理，陆总，刚回来。好巧啊，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。你现在得每天自己买菜。 找顾胜男，啊，对，他不在家，啊，他出去，一大早他被这个好大的包就跑了，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回不来了，不用等了，这个我房间转交。哎，陆总，小千哥，胜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出远门了吗？出远门？啊，没有啊，酒店调休，我回来待了一天，谁说的？ 年纪的人了，幼不幼稚？啊，我看错了，一大早我就看见一个身形特别像你的人从这边背了一个大包，然后这边……屁了，你也张大爷，张大爷也带这样，哼，这么吵你。不，我你先上去吧，我买醋去了啊。哦，你先上去，我也进去了。 帮你们分啊！陆总，虽然您是我上司，但这里不是紫禁。你想说什么？胜男和我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哼，那都是曾经。胜男的未来只有我。你难道会一直住在胜男隔壁吗？反正有我在。 吃吗？马上，吃。来，吃这个。哎哎，嘛呢？我们俩都看中了一块蛋糕。嗯。但是我还是喜欢你给我切的这一块。吃蛋糕都拿叉子吃，我在国外都是拿手吃的。 得大口吃，大口。你噎得慌吗？